要这二氧化碳呢。然后小娜呢可以点一点我的这个直播通知，然后如果想做场控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麦序上面的场控老师。没有，你可以给那个什么给我换一个名字，他们最近就是在轮麦的这段时间都管我叫小事儿，因为我名字改不过来，我只能叫小事儿。让我找一下最后一首歌，大家稍等一下啊。我是这个时间段的接档主播卡小娜，欢迎你们。然后喜欢娜娜的可以点一点我的关注，如果想做场控老师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麦序上面的黄马。马上就要到我的下麦时间了，然后大家记得把这个关注走一波，手机用户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桃心，谢谢瑞安哥，谢谢。
晚点的时候有，但是我不是刚下播没多久过来上活动吗？我想吃点饭，略显饿呀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维尼，维尼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。爱看跳舞的宝贝，记得关注我哦。那我们晚点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有请小维尼。我觉得维尼今天上麦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肯定说的就是，谢谢有事儿小姐姐。大家拜拜，晚点见。